像一个梦寐萝莉，任由我任性也不会发脾气，还会陪我跳 silly 和 siwi。有时磨叽，有时皮，有时中二附体，每次玩游戏脾气总比我还急。一起恶作剧，一起走过风雨，那些回忆会永远留在我心里。你是我的氧气。随时问我，需要我帮助，随时找我。我跟你说个故事吧。嗯。从前呢，世界上有六个性格各异的小孩，他们的关系时常因为孩子气而不断变化着。有时候啊，他们的关系很好，便紧紧地相拥在一起，但有时候他们相互碰撞着，因为不合适而让对方变了心。啊，原来是反馈运动啊。所以我们是两个不同板块吗？但是有一个孩子啊，他非常非常聪明，他让自己孤孤单单地漂流着，远离其他的所有人，因为只有这样大家才能保持自己。在每一个曾经牵过手的路口，在每一次会感到寂寞的时候，总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低吼，提醒我曾经历过的那些所有。如果时间能够从此刻倒流，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再去回头？回忆的气球一个个不停地撕破，留下数不清又痛又痒的伤口。上课之前啊，我先宣布个事儿啊，咱们班的肖卓安同学，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啊，又要回到上海继续完成他的高中学业了。下午办完手续以后，卓安同学就要离开咱们了，应该是5点左右吧。同学们可以去跟卓安同学道个别啊。安娜，你看你刚转过来没多久，这又要转走了。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心里头，你还别说，还真挺不是滋味。郑老师，我这在学校也是给您添麻烦，我走了您不也省心吗？哎，上海那个城市竞争也很激烈，高中还是一定要以学业为主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。
老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哎，有活力有热情，就是这个主意太大，不听话啊。你看看你们上次闹这么一出啊。不过老师们终归出发点还是为你们好，是吧？这能理解吧？来来来，我看看。谢谢老师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是不是舍不得我了？是不是？没人打你欺负你就浑身痒痒，给你能耐的，上次走可没这么多废话啊。不仅不怕了，还敢打我。对付你这种人不能太文明。哎呀，某人心大呀，手机丢了都不找。手机怎么在你这儿啊？不用管，反正你的秘密都知道。走了。新娘，我走你的吧，磨磨唧唧可不符合咱们俩人设啊。我在阳明啊，总想着要跟你们作对，其实挺不开心的，总想着要离开，但这要离开了，这还有点舍不得。其实我放心不下你们，尤其是西野。我们能照顾好自己，大姐，都是你收敛着自己的脾气，免得到上海被人揍一顿。转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说那样的话的。你是个特别特别好的女孩，祝你幸福。再见。哎，你这么着也赶着投胎呢？哎呦，什么乱七八糟！小爽要走了。啊，已经走了。啊，我为什么又没给我告别？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知道，就我不知道？不行，我要把他追回来。哎，这会儿估计已经到机场了。啊，你俩不是死对头吗？谁说我们是死对头？我承认我们俩之间确实有一些误会，但是。就是什么？我就是吃醋，因为最开始我们三个人一起玩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玩得更好。他们两个无论身材、成绩还是样貌都很大。转走是因为西野，他这次回来又是因为西野。
我觉得他们两个已经完全忽视了我的存在，我当然会觉得不爽了。我还以为你没心没肺的呢。你才没心没肺呢，哼。哦，对了啊，季潇有没有跟你？那你们现在什么关系啊？同桌关系啊，不一直都这样吗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我跟季潇会一直做同桌的，一直到高考结束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你冷静的令人发指啊。你知道吗？从我第一次看到季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整个人都在发光，像一个无可挑剔的白马王子。我是有多幸运，能够得到白马王子递来的水晶鞋。我以为自己是灰姑娘，穿上了水晶鞋就会变得很耀眼。可是，这鞋原本就不属于我，我还是得物归原主。因为他挤脚啊。你这比喻还真是贴切，你自己能想明白就好。我当然想得明白了，我怎么可能想不明白？倒是你，你为什么没有跟西野一个答复？楚安说，你们初中的时候……你打住啊！我也不知道萧竹安他哪来什么臆想症。一说到我这个我就生气，我真想把他追回来。啊！再吵一架呀！哎呦，所以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嘛？你得说清楚啊！竹安就是因为这个才误会西野，才处处针对西野的。哎，我贺贤良发誓，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顾西野。哎呀，那我得赶紧跟。原来我就这么不被喜欢，甚至连个真正的朋友都没有吗？发誓，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顾西野。
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都怪我，都怪我，也不要喜欢我。胡说什么呀？别说这些不吉利。别哭了，叶医生。你们谁是病人家属啊？我。现在病人需要输血，你们谁来？我来。他的血型是 RH 阴性，你们所有人都是吗？对对对，血他是熊猫血。哎呀，快一点，时间来不及了。医生。我们不是他的亲生父母啊。那他亲生父母在哪儿啊？在。快点吧，时间来不及了，赶紧想办法吧。这么晚起？我问你，别哭啊，现在是想办法的时候。想什么办法？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如果卓安，干嘛去？卓安，卓安他是熊猫血，他们俩血型是一样的。卓安，回来。喂，这么快就想我了？什么？你们等着我，我现在就回来。师傅，去医院。找到献血的了吗？不是你们这么大医院，你们就没这血吗？我们医院没有这种血型，他现在情况非常危险。如果半个小时之内不输血的话，他会有生命危险的。真的。我和顾谢的血型一样，冲我的。卓安，我替西叶谢谢你，因为我们之前对你的态度，说句对不起。你说什么呢？咱们可是朋友啊。卓安，你们这一个电话打的，我行李什么都丢在机场了，我得赶紧回去捡。你真的要走吗？嗯。因为我们想什么呢？我是因为我爸妈他们要去上海闯事业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你真把我想成那种跟朋友吵次架就远走高飞的人，
我才没那个本事。你本来就很有本事了。啊，对了，上海好吗？嗯，挺好的，至少让我跟我一家人生活得更好了。嗯，那就好。啊。这个给你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西野给你写的一封信。他本来想亲自拿给你的，可惜，还好他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，而且又是你救了他，所以我觉得这封信你一定要看。走啊！卓安，谢小泽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都还会是好朋友，对吗？对啊，拜拜。不要忘了我，不要忘了我们。夏泽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都别怕，有姐呢。S H E， 我们 SHE 同生共死。行了，你也别太着急了。来来来，阿朵，啊，坐会儿。嗯，也累。爸，妈，啊，快答应。哦，西雅西雅，妈妈在这儿呢。都在呢啊，都在。卓安，从你重新回来开始，就想坐下跟你好好聊聊，一直不知道用什么立场，直到今天你要走了，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不管发生过多少不好的事，我们还是曾经那么好过的朋友。我欣赏你，需要你，舍不得你。你看，你还没走，我就已经开始想念你了。但这句话，无论如何我都说不出口。你知道的，我这个性格被你骂过很多遍了。所以，卓安，如果我不要面子跟你求和，
你会答应吗？我们和好吧。还跟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，我们和好吧。好呀，那就和好吧。没有比你更懂我的人，不说话只要一个眼神，懂我的天真和任性，也懂我心中的他。没有比你更像我的人，偶尔分不清。回去吧，早点休息。别担心了，余生都是托李飞翔啊。你知道西野爸妈以前出的事儿吗？西野家里出事儿以后，是我主动邀请他来我家。我跟他说，我的家就是他的家。我跟他分享了我的房间，我的零花钱，我的零食，还有我的玩具。因为以前西野也是这样给我分享他所拥有的东西，但我没想到我还要分享我的爸爸妈妈。所以现在后悔了？后悔，我后悔我居然这样想过。但我看到西野躺在病床上，嘴里在喊爸妈，陪在他身边的却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，我就在想他心里该有多难过。而我又有幸福的家庭和爱我的爸爸妈妈，我却还嫉妒西野分享了我爸爸妈妈的爱，取代了我的位置。西野的爸爸妈妈肯定也很爱他，只是现在不能陪在他身边，所以还好有你们给了他真的家的温暖。是啊，所以我今天决定把我的爸爸妈妈让给他，让他好好感受一下一家三口的温暖。我也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小心眼。自己在家害怕吗？这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严泽可是天不怕地不怕。对，差点忘了你不是个女生。有事给我打电话。走吧。坏蛋。一个人
在墙角，好像一座孤岛，无依无靠。有些话我总是说不好，有些人我始终找不到，也会哭也会吵也会毫无预兆，无理取闹，笑一笑就不管发生过多少事，我们依旧是曾经那么好过的朋友。而好朋友三个字，本来就代表了一辈子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路过。路过。哎，小泽，你们认识啊？昨天我还以为是小偷呢，在我们楼下蹲了一晚上。认识怎么不上去啊？现在这年轻人真是蹲了一晚上。太阳好大呀。哪有太阳？哎哎，你说这孩子真可怜啊，什么也落不着吃，一天到晚的净剩下输液了。大夫不说了吗？已经过了危险期了，慢慢就恢复了。等西夜回家呀，你给他做几顿好的不就行了吗？也不知道严泽在家吃什么呢。哎，你先说。今天为什么没去上课啊？今天不是周一吗？你应该跟老郑去上早自习啊。我成绩这么好，去不去有什么关系？你倒是，你成绩这么差还不如去上课。我这不是家里出事儿了吗？我当然得请假了，赶紧吃一口，下午还得去陪西夜呢。对啊，我也要代表班级同学去探望一下顾西夜同学。不要脸，给自己翘课找理由。你赶紧收拾东西，我一会儿送你去医院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你快回去吧。你确定？嗯。那我走了。我快走吧。小贼，你回来。啊。一会儿给燕子打一电话，不得吃了吗？嗯。怎么回事？哎，是不是刚才震了一下啊？地震了！燕子！哎呦，燕子，燕子，燕子！注意安全，慢点，慢点。
监护室的病人怎么办？咋通了嘞？头没痛啊？看你画的痛没痛啊？林子，林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跑出来了。有事没事说话。在哪呢？和金良同学在一起呢。啊，应该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现在不能进去，你们都往后退，往后退啊！是你在里面的！哎呀，不能进，不能进！哎，你们危险，大家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！听我讲，大家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！冷静，冷静，会有人有人在安排，在交给你。家属放心，不要亏我，我们会安排人转移的。哪儿磕着？没事吧？不会再震了吧？多大的地震？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？大姐，我跟你说，待会儿不能再上去了。咱还带着孩子。哦，喂喂。喂，燕子。季霄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跟何新良在一块儿，你呢？我没事儿。好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挂了啊。哎呀，干嘛去？我得回去拿我的家当。本台消息：四川汶川县发生7.8级强烈地震。附近各市区县均出现明显震感，提醒广大市民做好防护措施。你妈在告白呢。心啊，你知道，阿姨还是个小学老师，一天到晚还教别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你都来我们家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扪心自问，阿姨真的没有做到幼吾幼，尤其是今天。夕阳，其实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孩子，各个方面都很优秀，都比严泽强一大截。阿姨真心的希望能有一个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儿。但是夕阳，你长大了以后你就明白了，你就会明白阿姨今天为什么这么做了。爱自己的孩子，他是出于本能，所以阿姨今天把你给丢下，下意识地选择了严泽。夕阳，阿姨真的很内疚，真的，阿姨真的很内疚。燕子，你一个人能行吗？哎呦，你们放心吧，你们也都累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，这有我呢。哎，那你机灵着点啊，那吊瓶不能空啊，一空赶紧叫护士。好，先走了啊。爸，妈，我爱你们。
接着，我去叫大夫来看看啊！别去，走那儿，我想和你聊聊天。西啊，你现在身体还那么虚弱，咱们有什么，以后慢慢聊，好不好？不要，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。我想现在就说。好，你说，我听着。小泽，你知道我有多想成为你吗？啊？我从小受的教育，养成的习惯，告诉我要保持自尊，保持优雅。所以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的无拘无束和不拘小节吗？我是真的很羡慕你，我甚至想要替代你，成为你，我甚至都很嫉妒你。你嫉妒我？怎么可能啊！你那么完美，怎么可能嫉妒我呀？你不懂。你人缘好，所有的人都喜欢你。明明我们做的是一样的事情，但是大家都是喜欢你，讨厌我。你还拥有幸福的家庭和那么爱你的爸爸，叔叔阿姨对我也很好。那种疏离的客气，永远也无法替代真实的父母爱。我也想我的爸妈，所以有时候连你被骂，我都无比羡慕。所以我想要替代你，成为你。但是我不能说，因为我是姑息。息，你别说了。息，小泽，对不起。息，你别说。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谢谢谢你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你今天对我说的这些话，对我有多大的影响，因为我。因为我，
喂，你到医院没？活着还是死了倒是给句话，没良心。我没事儿，西爷也醒了。太好了，这下你也可以放心了。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还要跟西爷聊天呢。是贺新天，他对你可真好。也不好好检查检查。好了，郑老师，我没什么感觉，就正常发挥嘛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好了，郑老师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，老师想了解了解情况。什么事儿比高考还重要啊？高考太简单了，我现在做的事儿才比较难呢。祝福我吧，郑老师。哎，你看这孩子，去。哎，啊，都考了，怎么样啊？喂，哥们儿，怎么了？说话呀！严海同学，我之前跟你说过，要相信缘分。现在，你信了吗？回家了，我来。哎呦呦呦呦，慢点儿，搞得这么夸张？那可不，你现在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快让奴才扶着你，让你扶着都是轻的，就该让你背着。西爷，都是一家人，住了一个月医院了啊，身子弱。来，那好吧，小泽泽起驾。哎呦，姐，快点。哎，你干嘛呢，严寒？你谢姐还没痊愈呢，你这毛手毛脚的。大伯母，我找我姐有急事儿。有什么急事也得等你谢姐上楼了呢。到家再说。走。哎，这还不简单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这孩子。哎，跟上啊。腿。哎，他那个腿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他送了我这么多皮肤，我还跟他说了这么多我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天哪，没想到。我游戏里的情侣居然是他，怎么办啊？该怎么办啊？我现在大脑里面一片空白。你怎么就那么确定是柳溪川学姐啊？这还用问？她的声音一听就听得出来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一直以来你们在游戏里阴差阳错的做了换位情侣，今天才这样打牌？是啊，去了那么多回网吧，打了这么久游戏。没想到，居然在游戏里搭上了我心心念念的学姐。严寒，你说你什么好？上网吧啊，打游戏，泡学姐，你还有什么你干不出来的呀？我今天见你父母，我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哎，老爷子，大伯，你居然偷听别人说话呀？我这是偷听吗？我这是正大光明的听，你才给我偷偷摸摸的，看我不打死！老爷，我不想跟你说。哎呀，老爷，你别跑。姐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姐，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你别整那些有没用的，给我好好学习。来，嘿，这臭小子，我钉子死你！我，哼，我告诉你啊，别让我告诉你爸妈。哎呦，刚才真是吓死我！哎，严海还真是。
一直都是一副精力旺盛的样子，跟小泽你可真像。哎，你可千万别把我跟他扯一块儿，我可没他那么蠢。他喜欢学姐那么长时间，今天发现有这样的奇缘，也是很奇妙的感觉呢。怎么看他都不像是能和学姐匹配的人，我看啊，八成是学姐今天高考完了，闲着无聊找他解闷儿。对呀、啊，今天是高考结束的日子。是啊，也不知道他们考得好不好，题难不难。这么一想，我还有点紧张呢。一年以后就是咱们了，时间过得可真快啊。小泽，你有想要去哪个学校或者哪座城市吗？没有想过。说实话，今天以前我还没有意识到我们也快高考了，而且我成绩那么差，能考上哪儿啊？只能家里蹲了。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从现在开始就不晚。我跟你说啊，很多人都是高三一年努力学习提高分数的。再说了，你那么聪明，一定可以的。关键是我也得学得会呀。我你去拿个本子和笔来。开始吧。不要啊！哎呀，我的严海，你要是不想参加体育特长生考试，你就早说啊。哎，我真不是啊。真不是？那是什么呀？你小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啊。现在暑假，你向来抵触节假日训练，但现在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情况特殊。这我心里有数，我真不是怕这个。那怕什么呀？有什么不能说的吗？秘密啊，不舒服，家里边中500万了，怕人抢了。哎，注意点影响，注意点影响。你最近怎么回事啊？整天心神不宁的，也不训练，就知道坐在这儿东张西望的。跟我们哥几个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那我说了，你们别告诉别人。嗯。刘西川喜欢我。嗨，哎呀，你这话呀，第一次见学姐你就这么说。哎，刘西川没瞎呢。自我感觉良好是你们家优良传统啊。刘西川学姐要是喜欢你，哎，我把那球给吃了。加一，我帮忙。你说的，我说的。行。你干嘛呀？我叫人来。还叫人？就你，把学姐撬了。你叫。我这是真爱。哎，你这个真爱就跟这球似的。呦，好，不笑你了，行了吧？啊，各位，我带我兄弟向大家认怂。认什么怂啊？柳西川真的喜欢我。严海，柳西川，高二五班的柳西川，我是严海，我喜欢你，柳西川，我喜欢你。
没错，我是喜欢沿海。这么长啊，这么难断句的句子，当然要一张搞定了。快，把篮球给吃了。什么球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行了啊，这种事儿开开玩笑就行了。我不同意。不是老韩，为什么？又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就是的。我是老师，柳西川，你毕业了，我管不着你。但是沿海，你马上就要升高三了，而且马上就要参加校内第一轮体育特长生遴选考试，然后就是全国体育统招，然后就是高考，能分心吗？坚决不允许。徐丽，豹哥把后备箱开一下。好嘞，好嘞。你怎么来了？不听老韩劝啦？老韩说的其实也有道理，不过该听的听一下，不该听的嘛。不该听的怎么样？哎，先上车吧。好，走，快，别让我扎司机车上。哎，小姐，你不回家了？快快快！学姐，我敢打赌你从来没有在这边坐过自行车。是的。那今天就让你体验一下自行车比宝马车的好处。其实，你先说。不不不，还是你先说吧。其实，刚刚喊完你的名字之后，我还想喊一句话。就是三个字或者四个字，意思都一样的。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你应该明白吧？但是，我现在还不能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马上高三了，高三是很重要的一年，我想高考取得一个好成绩，这样才配得上你。所以呢，你想说的是什么？柳西川，请你再等我一年。这一年，我一定非常努力的学习，努力的训练。我想以一个更高的，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姿态，站在你的面前，郑重的、认真的说那句话，可以吗？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可以的。我真的好。我相信你。
但是你必须得要遵守这一年之约，否则，哼。放心吧，放心吧，我一定行，我一定行，我一定行。曾经坐过的自行车后座，大概是这辈子最难忘的宝座，而那个人的后背，则是一辈子都会记得的依靠。天真和人心。